警方清晨突擊搜查多個地點，檢獲半自動手槍、子彈、軍刀等嘅武器。警方相信槍械係用喺下晝嘅集會遊行以製造混亂，行動中拉咗11個人。警方話清晨進行情報主導行動，出動75個人到港九11個地點突擊搜查，在天后檢獲一支9mm 半自動手槍、4個彈盒，其中部分已經上滿了子彈，同埋105發子彈，全部性能良好，亦都揾到匕首、軍刀等等。另外在荃灣柴灣角街智利工業大廈檢獲大批爆竹，亦都有9支伸縮棍同埋4支胡椒噴霧。在灣仔的黑街就檢獲兩件避彈衣，相信呢度係行動集合點。情報顯示咧，就係一個激進嘅團夥。呢個團夥咧係曾經咧係參與咗喺10月20日喺一個嘅旺角嘅非法集結入邊嘅，其中咧佢哋咧係用大量嘅汽油彈咧係攻擊我哋嘅旺角差館嘅。佢呢個計劃咧就係話咧喺今日較後嘅集會遊行嘅時候咧係會使用槍械係製造混亂。包括咗咧，就係要嚟射擊我哋嘅警員啦，又或者咧係希望能夠教禍我哋嘅警員咧，係傷及一啲無辜嘅途人咁嘅。究竟我哋喺最近呢個嘅示威遊行活動之中，有冇見過係使用真嘅槍械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以我嘅記錄嚟講咧，係今次係第一次，所以咧我哋咧係好緊張，亦都咧希望咧大家咧係參加嘅人士咧真係要好小心，要顧住自己嘅安全。警方行動入面拘捕了11個人，年齡介乎20到63歲，被捕的人包括學生、工人和無業人士。警方強調拘捕行動將會繼續，希望今日參與集會遊行的人留意周邊情況，如果有危險要立即離開或者報警。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軒報導。